然后另一份工作呢是免税店贩卖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地点呢是在千叶成田，然后工资给予呢是22万到22万起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，会日语也可以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